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这样一个艳阳天，天然就是踢球的好日子。苏东和王涛将和往常一样陪着大家一起看球。今天为大家奉上的是一场小组赛的争夺，比赛的双方是苏格兰女足和中国女足。在小组赛中，稳定性对于球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，每场比赛都不能丢分才能保持住晋级的希望。期待双方会给我们带来一场精彩的比赛。球打在防守队员身上发生了一个变线，裁判给了角球。算是一次不错的防守，让你就算抢到点也不能舒服的攻门。裁判吹了犯规，给了个任意球。球进了，一脚无敌的远射洞穿球门。这是一个让人醍醐灌顶般的远射啊。是啊，这脚射门离禁区相当遥远，他对球的拿捏是非常的准确。这种世界波咱们喜闻乐见，是不是？比分现在变成了1-0。简单的过人啊，这球是冲哪儿传呢？能把比分追平吗？门将阻挡了进球。他几乎是身处无人区啊。这个球能有破门的机会吗？看看娄佳慧的处理，门将把这球拒之门外，不过球还在场上。队员发挥不错，防住了这次进攻。卡罗琳威尔得到一个边线球，张睿、娄佳慧。我不得不说啊，这波传球非常漂亮。对手的攻势到此为止，反击的机会来了，他们会怎么选择呢？这球传的啊，队员平时这个训练有待加强啊。以一己之力冲向禁区，队友应该能拿到这个球。哎，这次机会就这么浪费掉了。双妹子王双拿球，看他把握机会的能力了。球进了，分差被拉大，他们现在领先两球。来看一下进球的回放，这次起了一脚高球越过防线，射门的这一下也非常值得夸赞，对方给了他们很大的压力，他都完美的应对了，找到了机会起脚射门。优势扩大，比分变成了2-0。布朗鱼跃冲顶，哇，好球！再来回顾一下他们的这个进球，不得不说啊，他们这样的 tiki taka 给人一种是完全的享受。当然，他也不会浪费这样的机会，一个头球，轻松的将球顶进对方大门。比分被改写成了2-1。一次成功的抢断终结了对手的进攻。
双妹子王双拿球进了，必须的，他们的狂轰滥炸终于获得了收获，代打进球。哦，他们今天全队的表现都很出色，如果这样都能输掉比赛的话，哎呀，那也太不公平了。进球的回放来了，如果你不懂什么叫做跑位包抄抢点，看看这个球就知道了。比分被改写成3-1了，埃林卡斯伯特，他用滑铲抢回了皮球，很精彩的一次防守啊！王双，他们拿球进入攻击区域了，好机会，好，这球没打进，守门员把危机解除了，反击的好机会，不错，把球抢到手了。一支高水平的球队不光善于创造机会，更善于捕捉机会，大比分领先正是他们全队水平的真实写照。克莱尔·姆斯利，门将这次扑得漂亮啊，开出的角球飞向了禁区，这是一脚横传，想找禁区内的队友，这下球迷可以喘口气了，反击这个选项目前可用啊，反击的机会被对手断球了，这次反击的质量很高，最后的打门对球门也造成了很大的威胁，这样的反击真的很具威胁，哎，应该引起重视，必须。这个球啊，机会不错，这下让防守方很难办，他简直是火力全开，就算现在已经3球入账，但是并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啊，他一个人贡献了3粒进球，哦，没法阻挡了，对，上半场真是一边倒的局面啊，王双，防守队员抢先把球解围出来了，选择了远射，但是门将这次很轻松就做出了扑救，对手再次拿到球权，他现在的眼里啊只有球门，近在咫尺了，门将立功了，克莱尔·埃姆斯利，反击的时候到了，伤停补时出来了2分钟，看看他们如何打好这次反击，在前场抢断了对手的传球，这是直接传给门将了吗？上半场比赛结束，比分差距很大啊。比赛继续进行，中国女足带着领先的优势展开了下半场的争夺。传给了王珊珊，一次简单的扑救。唐佳丽，球打中横梁后又弹了回来，一次完全没有什么威胁的头球攻门尝试。
身边有队友过来支援了，把球送到了禁区，前场逼抢很有效果，拿到球权了，门将相当稳健。看起来主教练在调整战术啊，我看即将是要派上一名替补了。防守方没有失误啊，双妹子王双拿球，球来到了张睿脚下，落点非常不错，王珊珊位置非常好，非常漂亮的扑救。角球开出来到了禁区中央，有机会，艾琳卡斯伯特，拉纳克兰兰看到了，能不能传到呢？球又回来了，王珊珊，这是在这个距离直接起脚打门了，试试运气吗？下半场过去了25分钟，比赛时间只剩下20分钟了。他带球直奔对方腹地，球进了。重温一下这个进球，一次非常鬼魅的跑位，在距离球门非常近的地方拿到射门的机会，结果自然也就不言而喻。目前的比分是4-2。王珊珊，门将的精彩表演，后卫及时赶到，把球解围出去了，传给了王珊珊。哎，越位了！哎呀，要让给那边没有越位的队友，那该多好啊！对啊，获得一次边线球。常规时间进入最后的15分钟，球权易主了，这脚射门远远偏出了球门啊！哎，他这次可是把力量用错了地方。嗯，因为刚才的犯规呢，裁判现在把黄牌给他补上了。传给了王珊珊，距离很近，机会。裁判指向了点球点，门将染黄了，不是头发染黄了，是得黄牌了。这比赛悬念的机会就在眼前了，门将把这个点球生生扑了出去。这个远射基本上考验不了门将，拦截了对手的传球，王双。创造了一个反击的机会。不出意外啊，队友应该是能拿到这脚球的。这种近距离的一对一的机会啊，都打不进的话，这样他们本场比赛就非常困难喽。时间不等人呐，错过这一次，谁都不知道还有没有下一次了。嗯，看这脚传球有机会吗？这球直接打到了门将手里啊。守门员直接冲出来把球抱住了，拉纳克兰兰，
幸亏有他及时出现了，完成了抢断。起脚传中，警报解除了，全场比赛结束。